在你的喜宴，谁来抢你的另外一半，你会 OK？ 谁都不 OK。我的就是我的，抢屁抢！典礼结束，最想做的第一件事，我是。好，我要送上必抢件啦！好，这是第一题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要拿下来闪金护符，就觉得好像在刻字的感觉。应该不至于吧？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典礼结束，最想做的第一件事。哦，我现在超想脱衣服的。还是先马上脱，因为他很空。但其实我私心很想要问 Energy， 问 Energy 一件事。加 Energy。就是他们等下有预约好那个脚底按摩吗？吹吹吹，好，来喽，这个是前面第一组先来问的问题。哦，好，典礼结束最想做的第一件事，这是 Gigi 跟那个 Brian 今天 Ben 两位，对，我是筋膜枪打大腿小腿了。啊，李哥嘞，第一件事哦。拿筋膜枪打脱了我的大腿。哦，我懂了，我只要做好就好了。没有没有，大腿小腿他已经自己打了，你打别的地方，这边的。所以你们都不用筋膜枪？不用啊，我刚刚说是你，不是我们。对啊，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室的。对对对，那有家室跟大腿，我们有老婆会抱大腿酸不酸？我们老婆会抱。哦，好，可能你会吃个比较。罪恶一点的食物，我就回家看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今天刚好生病这样。但我们刚好视讯啊，在车上。就是典礼结束之后的第二件事情。还是我跟你讲个很简单啊，你就把这一张这样给别人啊。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乱给人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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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给你就把这一张这样给别人了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要乱给人，不要乱给人。典礼结束，最想做的第二件事。第二件事，是 Energy。对 ，Energy 问你们的问题。先讲第一件事。好，第一件事。第一件事。一二三，吃。对，吃火锅。吃。对，吃火锅。好，来第二件事。一二三，睡觉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这次 Hido 的表演，我们把每个人所有的身材都再次的强化，所以我们最近的饮食超级克制，不吃宵夜，不吃淀粉，不吃含糖类，除了谷粮以外。为什么你可以特练？他本身体脂真的太大了，他只有三趴，他是要练大只的，他点双拼，然后铁板面、玉米浓汤。红茶，满满的。我只能吃什么？结束了吗？我要去吃了。啊，好好吃哦！我要弥补这一个月的空虚。Phoenix 最喜欢谁？哇！这个叫做 Phoenix 是谁啊？说谁啊？但是你要整间，如果是他们这样回答的话，那就给他看照片选人。好。Phoenix 最喜欢谁？很认真，很认真在。受不了，真的我受不了。讲不 OK。好，许明就再给镜头看一次。好的，好。OK。好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漂亮的小妆写了什么。对，这是捐助写。对，换来小妆。好狠，好狠。团体中最讨厌谁？好，来喽，这个问题。来，我想一下，还要想。你要认真回答。我认真。好，你们要想好要怎么回答这题哦。一定要选一个人，一定要选，而且你有两三个人想选。三二一，比赛。哎哦聊的东西就不要看，我要讲观众要看什么。对，好，我自己要踩在一个，我觉得现在要干嘛，他就觉得说我们要做自己，所以我比较难管他。还好。
没有什么自觉这样。那其他人也觉得陈佑很失控，蛮失控的啦，对吗？所以不想要跟今天哪一个来宾合作？好敢问哦！他们不要害人好不好？但是 OK， 我有答案了。哦，你有答案了。我最不想跟 Luna 合作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太帅了啦！跟你合作辛苦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把这个问题很帅好吗？丢回去给他，谢谢谢谢。爆红跟好身材选一个哦。你会问自己，对你来讲，是这两个有挣扎过，是不是？我会选好身材，因为有好身材之后，如果有爆红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看好东西。对，有一个先后顺序，对。你很实际耶。我是先选后面，我想事情想比较远。没有第三个金曲歌王。我当然选爆红啊，好身材我已经有了。真的很不要脸哎。对，好身材这件事情还是有 keep 住吗？因为巡演那么忙碌。你要过来。可以吗？直接真的摸咯，我直接真的摸咯，我要伸进去摸咯，总是要有福利啊，可以有哎、欸。好，来给镜头看一下你写的题目。生日想跟谁过？生日想跟谁过？好，那他会不会很 peace 的写，就是跟家人之类的？那也没办法、啊，我知道你想跟谁过啊，我也知道你想跟谁过、啊。好，那不然你们讲彼此的哦。好，好，三二一哦。好，三二一，大鱼。为什么会想说他是跟大鱼一起？感觉就是，当然生日一定是跟自己老婆过啊。恋爱脑，对啊，恋爱脑。我们以前是那个会一直，只要分开的话，会一直打 FaceTime， 从早上到晚上，到起床，到我离开房间。跟大元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而且持续好几年，十几年。这么逼人，就很甜蜜啊，很甜蜜，就对，很好啊。那你说秉志是跟自己，你觉得观察这个点是怎么样？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创作的。觉得创作有时候真的需要一个人，因为你要去想象很多地方，想象自己在很多的场合，然后自己是很多不一样的人格去感受，所以他会常常会需要孤独一点，低碳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真的很怕人很多，他会很紧张。我感觉到。好，那你们两个现在已经接受完问答，都让你们出题给下一组人。好，给你出呗。今天晚上在场的最想跟谁谈恋爱？好，今晚当中最想跟谁谈一天的恋爱？哎呦，恋爱。谈一天哦、喔，对，谈一天，还是一天不够，对，是不是？从以前到现在就答案都没变，是不是？对，基本上是的。等一下，我想你看，我先帮你先拿，你们要不要先合照一下？来，我先帮你拿，来，对，也太紧张了。哇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刚才这个题目，我们问他这题，他选你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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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愿望，我31快二了，真的要考虑。女神，谢谢女神，谢谢我妈。那我们题目继续。好来，文香，会不会写不下去？你太严重了吧？冷静冷静，好来，是不是？上一次感到令你喜悦温暖的事情或画面，这个问题应该就是30秒之前。是，好，是。我的话就是刚刚，我刚刚一下台，我就马上吃咸酥鸡。怎么大家的行程都是吃咸酥鸡啊？很开心，大家是上台前都进食到不行，是不是？一上台都要第一个就要先刻那个咸酥鸡耶。对。那另外三位呢？我的话呢是上次我们四个在饭店玩扑克牌，然后玩得很开心。那很愉悦吗？我怎么觉得呀？我觉得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温暖。你输了吗？没有温暖的部分。这辈子发生过最糗的一件事，不如怪物新人。Yeah, OK。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了，拍谁啦？拍谁啦？上有一个画面，就是我在大学歌谣季，就是我在大学摇滚社一起参加的那个创作比赛里面，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比赛，然后我就是唱错音，有点像破音，但也不是破音，就类似我。这种哦，就有点累，飙错高音的这种感觉。因为那天大
大感冒，然后就是我们等到最后，所以就是到现在也，而且那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还看得到，不要不要看，不要找画面，怎么知道？越讲大家越讲大，他就越会去找。跟你说，最喜欢自己的身体部位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可以，可以也可以。我最近在养屁股，转然后抬。我觉得是身体的部位哦，会不会是太多？你现在是不是想说，老娘真的没那么漂亮？腿吧，腿。因为我腿算蛮长的，然后保养算还 OK，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次在穿裙子的时候展露自己的腿部的时候，就蛮有自信。好，那千娜就要交给你喽，下一组的艺人要问什么问题？我刚刚本来要想说。最讨厌的歌手，但是不是太辛辣了？有一点点，那我们看一下。喜欢好不好？娜娜，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今晚？对，你要平心哦，你不可以因为是你。对啊，我讲李千娜这样子就真的无聊了。我也爱她，我也爱她，对，我也爱她。你今天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动力火车，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有听他们的歌，《还珠格格》那个很红啊。对啊，当然，所以就是我最爱他们。冰丝，冰丝啦，那个是老爷来了，老爷来了，有。他刚刚问我说，今天我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我说动力火车啊，不要这样说，没有说认真的啦。他都这样讲了，那今天我们最喜欢的歌手是严艺德。我跟你讲，我也爱严艺德，他是非常厉害的歌手。真的，我们太喜欢，回家了啦！我们真的太喜欢福凯了，我要快乐哦，超经典，因为我是那种心情越不好，我越需要。把它宣泄出来的，所以我只要无论是失恋或者是心情不好，我都会听超级无敌悲歌，然后唱到自己哭到稀里哗，然后隔天眼睛很肿，然后就 OK 了。好，那换哥哥来出题给下一位艺人喽。在你的喜宴，谁来抢你的另一半，你会 OK？ 哇、oh my God ！是谁都不 OK， 我的就是我的，抢屁抢，不准。没有一个人可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。他爸爸说不准，不准接。如果熟都这样说了，你怎么突然，嘴软？好，就是很坚定的爱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很坚定。我要写一个题目是不是。对，你要写一个题目给我们的下一个来宾。是吗？好，好，给镜头看一下。说出一位你最讨厌的圈内的居所。好，我们要拿这个题目去问下一个人喽。Yes， 去烦别人吧，再见。楼俊硕哥，你也是也够蛮狠的呢。你说楼俊硕是不是很讨人厌？楼俊硕，不是啊，你出这种，你就要想要下一个人死哎，我怎么回答都是错哎。在台上裤子破掉和大破音。我觉得大家都选屁股破掉，屁股破掉。再来点照顾吧。屁股破，屁股本来就是破两半的啦。屁股破掉，再继续点照顾。在台上裤子破掉。好，点开你们先统一一起回答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刚才已经有人做出选择了。先这两个有一个人同时都做。那我们先来选，先选二选一哦，先二选一哦，三二一要选出你们的答案喽。好，三。二一破掉，破掉，好，有人破音，有人裤子破掉，好，宁愿裤子破掉是不是？对对，老实讲，破音是稍早以前的表演，对，但那个微微的，那有被我们家人声音感觉，因为我们稍早在北捷表演，然后我说什么 ？Let's go， 那个 go 是不是？真的这样，如果这样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然后裤子破掉就是如同我现在一样。No。助唱手都知名，然后听到一些关键词。没事没事，大家可以听到。我们直接控一个那个嘎子。八月三号来看演唱会还是六月三号？买几张票？
十张啊，完美的数字。用十张去支持。好，那给镜头看一下下哦。那你帮师弟讲一下，欧壮他们要办演唱会，你听到之后感觉怎么样？六个青春有活力，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这个大男孩，对不对？对于姐姐来讲是一个大男孩。那个弟弟们的青春活力，对对对，然后又会唱歌，然后刚刚他们表演也非常好，对，所以喜欢看到听到好听的歌，看到很帅气的他们。八月三号一定要去看他的演唱会，六月一号就开始卖票喽。我这题目很有私心耶，很有私心哦。对啊，我们要加个气，要有礼貌。好，那有署名吗？还要署名哦，署名对，请唱一首王心凌，这个真的太私心了吧！一二三，爱被情话多说一点，让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们真的看见。哎，没有十个人没有跟你唱哎，因为你们还没有来得及等我，有心凌。好，那因为刚刚是接招王心凌的题目嘛，对，你们要出下一道题目给下一组艺人。Okay, 好，那有下一组艺人吗？对，有下一组艺人，还有下一组艺人。曾经交往过哪一位圈内艺人？不可能回答，未来是吗？未来怎么样吗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写，随便。都交往了，他是不回答，然后会睡了。他转头之后他去找你，不回答。下一个是谁？那个是我说。杀了！可是我现在的圈，曾经交往过的圈外人，曾经交往的圈外最久的人是多久？哎呦，字那么丑！曾经交往的圈外最久的人是多久？离婚过的没有，不算。看哥想要怎么曾经交往的圈外最久的人是多久？要诚实吗？当然要诚实。还是你要那个大冒险？但是因为我的那个我也很好笑啊。好，怎么样？最久两个月。烦呢、欸。但是你比较久，你就说十年，大概十年吧。对对对，十年。我那个两个月，人家会。对不对？讲到这个发生，发生发生流汗的，发生了，还是我回答我的，你马上的，马上要穿衣服了，两个月，两个月，马上讲这样子。其实刚刚原本他们是想要写说曾经交往过圈内的谁，可他们一听到是老爷要回答之后，马上要腿软下跪，不敢乱乱。我们没有圈内了，好啊，就是一个趣味的问题。除了严志林之外，我是没有了。开玩笑，圈内是真的是没有，圈内没有。谢谢老爷跟我。谢谢亚洲最好看的演出，谢谢你们。爱豆你问我答，完美收官。感谢艺人朋友们脑洞大开的各种提问，让2024一德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后台时而充满火药味，时而笑料十足。就与爱豆们相约，明年一德再见啦！完全论全员的陈怡莹、蔡文雪独家采访报道。谢谢，拜拜。